请起立。起立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有欢喜无？有啊，嗯。你看外口天有好无？恁要来上课以前，恁敢有想着讲上煞天会变安尼？恁绝对无想着，恁会想讲嗨啊，即声台风要来。我甲你讲，唯一强烈台风迄一天，人家问我就甲讲哦，放心，台风未来。是安怎？台湾民政府伫遮上课。你看，强烈台风转成中型，啊，即马过来，伊个入来台湾，佫挑人来讨论，甲咱西一人接出去呢，变成低气压。实在讲吼，这真正唔是我哩迷信啊吼，但即个冥冥之中哦，有很多拢是巧合，啊，袂惊你讲巧合呢。我已经连续半年来哦，拢一直安尼讲，无一摆是让我失望。来，过来，要甲讲一讲，咱来遮上即个初级班。你爱先知影两个代志，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重点哦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想要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含1830年、184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的国际法明文规定，就是讲两个国家发生战争，战争一定有赢有输嘛，啊赢一定去将迄个输的伊的土地给占了。但是占了以后，国际法有规定，你占了，你会当将伊原来的政府改推翻，但是你嘛一定爱阁将当地老百姓甲组织起来，变做民政府，这是国际法的规定。啊，你变做民政府以后，你爱甲辅佐，感觉讲这个政府含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好还是歹？当然，你若辅佐的，一定爱对你好嘛。安尼，毋是要甲辅助，会变做一个新的国家嘛？所以占领袂移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啊！这是国际法内底啊最基本的一个要求。第二点，伫咱去上这个法理课的时阵，爱怎样做？流亡政权袂当就地合法，就流亡政权不可以就地合法。流亡政权袂当就地合法，这种例子太多了。法国二次世界大战。叫德国占领，伊走一队，走去伦敦，走去伦敦以后，伊成立流亡政府，啊，伊叫做什么名 ？French London，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，比利时嘛是同款，叫德国占领，走去伦敦，叫做 Belgian London，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，韩国嘛是同款，伊个流亡政府伫对，伫上海，叫做 Korea Shanghai。韩国流亡政府在伦敦，所以你大家想看卖啊？今日中华民国伫台湾，全世界拢改叫什么名 ？Chinese Taipei。啊，即摆吼，计较的人都安那讲哦，还叫做中国台北啊，为了讲中华台北，其实所谓的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，其实连正经的名叫做 Chinese Exile， 就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台北。台北是一个都市的名，流亡政府干来当地都市，一个都市尔尔，所以伊唔敢讲台 Chinese Taiwan， no， Chinese 台北。德兰沙拉是迄个叫做西藏的流亡政府，伫德兰沙拉，伊叫做吐蕃德兰沙拉。所以流亡政府干来当地一个城市，你知道流亡政府？印度的那个西藏的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，在这个德兰沙拉，伊遐难民营啊，大个所在，敢免钱诶？爱钱呢？什么人家交租金？美国家交租金呢？虽然租金不是很多，但是美国替伊交。我请问你，中华民国在1949年10月1号，去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布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正式成立，然后伊就走，离开中华民国，走来伫台湾。台湾是伊占领地，这点是100%，因为伊伫1949年的12月3号宣布中华民国迁都台北，其实
不是迁都台北的，他是流亡在台北。六十八年来，中华民国从头到尾都说白贼，从光复节开始把你骗，他自己流亡，他不爱说，他说叫做迁都台北。问题是我们这些台湾人自己推的，还是大家没志气也有啊？你像民进党蔡英文在选总统那年10月11在高雄的劳工中心，他说什么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你请问中华民国当时是台湾啊？你的身份证昨日我就给你看，你的身份证顶管下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国民身份证，你的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，你用的钞票是中华民国，从头到尾你的名都叫做中华民国，没有一个字叫做台湾啊。蔡英文一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叫做台湾政府。什么人承认？国际上一定要有人承认，这样才是真正正正的一个国家呢。蒙特维多公约里面你都有读过什么是国家的四大要件？领土，我问你，台湾这个土地是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。当时交给中华民国没有哎，就既然和平条约没有交给你中华民国啊，领土没有，所以领土没有，中华民国没有这个领土，台湾人也不见得领土。过来政府，中华民国政府，咱台跟咱台湾的政府，不是啊。啊，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呢，所以也没有政府啊，没有国刚才美国打过来的第二点，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。第三点，有的人民，有的政府啊，过来接啥？外交权，外交权很主席，中华民国外交有二十几个，拢是用钱去买。啊，你台湾敢有外交权没有呢？啊，所以每一摆报纸啊写讲。台湾又与某某某断交，那都给你骗了。其实台湾两个字你要变成什么？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与人家断交。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人说、啊、台湾退出联合国，这句话怎么绝对错误。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，怎么退出？退出的联合国是什么人？是中华民国呢、啊、有蒋介石代表 啊，所以蒋介石的代表给我挂出来。所以领土政府、人民啊，满不人民，你很支持中华民国的人民是什么款呢？是为伊中国逃亡、逃难，走来伫台湾的无甲300万人，甲即摆啦，迄阵是100万啦，啊，即摆咧生团应该有200-300万啦，啊，你台湾人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，所以咱台湾人，美国嘛未了解啦，美国讲奇怪，啊，恁台湾人。常常你说看什么独立、啊、但是中华民国你更支持、啊、你自己去选总统叫你别选你也 不爱听，你就说一定要去选、啊、还选你又跟他说一句话说、啊、中华民国你如果不去选国民党都调了了去，国民党调，我问你，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进党有什么不同？跟我不同没有呢？中华民国简称什么？中国 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中华民国，你看看，你看业绩，我哪会知影这个代志？我跟你讲，2000零2000年啊，迄当阵啊，我也是中国。有一摆呢，我是代表李登辉，甲一个叫做迄当阵的国民党的议会。国民大会的副议长谢龙胜和中国谈判过啊。那时候中国谈判的时候，中国中央政治局他说什么？他说很简单啊，我们两岸可以同意啊。啊，怎么同意？用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就改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啊，你中华民国也改名叫做中国啊，要求哦、他都想好好呢。啊，前主席的民进党是其实哦，民进党伊个党章你捌看无？第一条，伊讲啥？
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所以你现在你怪民进党，你怪什么？你自己投票给他的啊！啊，伊要做啥？领导票给我嘛！啊，我要做啥？是我的代志嘛？所以你要看谢长廷，谢长廷现在调回中国，正来拢甲你讲啥？你拢听袂落的话啊！啊，过去甲咱讲反共抗日，啊，现在不是反共抗日，这是联共送台湾啊！但是好加在呢，真正好加在呢，天佑台湾呢。咱这个法理的论述，用渐进法，用国际法，发现马上去告美国。现在美国也判决了，啊，美国判决了以后，你想说美国敢黑白敢改？我跟你保证，绝对不敢改。法律的东西是咱台湾人不会感受到，但是在美国里面，因那个法治的国家，他们的内心里面这种冲击之大。我跟你说，奥巴马动算了第一天的事情是问谁，问我的名字，他说谁叫做 Roger Lin。 啊，下卡手说 Roger Lin 不知道听过呢，真的没有名嘛。啊，叫那个啊，做华盛顿 DC 的台商啊代表进白宫呢。啊，台商有跟他说啊，他很欢喜的，要求啊，奥巴马动算马上叫我去呢。啊，去了第一句问说，欸，你知道什么谁是 Roger Lin 吗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为什么啊，这个人先告我，说我跟狗啊，刚才动算就我跟狗。所以这样的那当中，啊，美国的国安会开始跟那个 CIA 开始跟我联络啊，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呢，是三条线或者四条线跟我联络，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联络继续保持下去呢。你想我写很多文章，你有在看台湾的民政委官网啊，请你举手。今天也假的，这么多人，欸，你如果黑白说，你的肚子疼，我先来说。我顶晚有写台湾战争史回顾，有看的举手。你也看，你说你有看，他都那么多人，现在说问说没人，啊，头一个就是台湾战争史那个回顾，现在是102篇啊。你来去看呢，真的要去看呢，你只要上课听听，你不一定会记得呢。我已经写到122篇了啦，我一天一篇啦，我是打算要写到几篇，200。喂，一天写一篇，要写200篇，够有遐简单？没有那么简单呢，因为不过坦白讲，以我来讲是很简单啦，因为我手上有资料嘛，所以所有台湾的问题，我拢足清楚，伫这个内底有交代呢。我即马讲了日本天皇是120篇加122。这可能要稍微两三礼拜以后你才看得到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看。他说刚刚这个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流亡政府在台北啊，蔡英文这个国民，这个民进党啊，其实民进党是谁创造的？不是那些大佬呢，也不是李登辉，是蒋经国设的呢。蒋经国设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哪裡給你記憶？圓山大飯店1896年啊，1996他設立的時候，那民進黨那所謂的大佬，他叫我來說，你要錢我給你錢，你要權力我也給你權力，你只要在中華民國的制度的体制下面去玩，我也不会抓你。所以你要看哈，前几天前一阵子有一挂出来个爆料诶，讲民进党什么人提国民党的钱20万啊、几十万，你会记得这个新闻无？迄种真诶呢？你想看嘛？第一，蒋经国一手主导之下的政党会替你台湾人做什么事？啊，搁第一，中华民国系统内底去做。你能够做的事吗？你要看那两张奥巴马这两张相片，奥巴马宣誓就职的时候，那尊按着什么圣经来宣誓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总统是怎样？按着啥？以宪法宣誓，意思就是啥？你当了总统，你也不能给我改变。全世界无一种的宪法讲哦，啊，就能够在里面去造反自己。所以，伊呐做总统，伊呐敢违背。他的军队可以给你抓，他的小小的警察也可以抓你，
所以啊，阿扁甲老尾啊，伊讲一句话，无可能就无可能啊，是不是？伊讲啊，李登辉，你做十三年都无法度做啊，我哪有法度？无唔对呢？李登辉做十三当，陈水扁八当，二十一当拢是台湾人做总统呢，全部都是连续的哦。那迄阵真正讲台湾，我都独立吧，独立了也啦。啊，所以我问你，即马民进党遐个人，遐想要选总统的人，你认为讲伊有迄个能力吗？李登辉何等精明，陈水扁也何等聪明，伊读册拢第一名，伊甲你讲的。印度拢无法度将台湾甲变过啊，中华民国要甲变拢无法度变。你认为啥物人无法度甲变？台湾民进党这样讲的，咱唔免甲伊选，你伫选啥？我甲你讲，坦白讲。中华民国当局嘛有几啊摆派人来跟咱讲，啊，恁落来选就好啊。恁若爱钱，我无钱；我你爱钱，我给恁钱，给咱钱，叫咱去甲伊选。我跟你讲，选袂赢啦，对，你绝对输啦。你想看卖啊？现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办公总统啦，其他选举，你登一票，爱了230块，对不对？因为候选人会当摕30嘛，全世界无这款的制度啦。敢那台湾中华民国，政党会当摕50块，立法委员做四年摕4块，可以讲叫伊卖选，比登天还难。大家选举拢有钱好摕啊，伊那边讲卖选，所以咱就真可怜啊，咱就爱上课，上到实在啥，你嘛足艰苦，我嘛足艰苦，我嘛无爱安尼呢。但是呢，咱无法度啊，因为咱过美国，2006年10月20日甲高瑞。2009年的4月7日，最高那个高等法院判决5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合，美国军事政府还佫占领台湾，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关国，这是咱告美国的5点的重大的收获。2009年的8月7日。美国的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，什么叫放弃抗辩权？就伊不爱跟我辩啊啦，就认输啊，就咱赢嘛。啊，所以到2009年的10月7日，最高法院宣布定案，哦，即马定案来啊，二战变归波，定案，就这报纸甲你讲定案就是输了。对方放弃抗辩权，安尼咱哪会输？定案的意思是讲哦。暂停审理，等待重新的审理啊！那等待，等待你台湾民政府啊！你还没有准备好嘛？我跟你讲，在那个时阵，台湾民政府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！我一人要接政府是不要接啦？当然不可能啊！所以美国讲 OK， 你去训练4000名来接掌政权。那个讲，我为什么要训练4000名？为什么不要1000个就好，还是100个就好？伊讲，单于当时伫1945年九月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带1000名的中国人来做公务人员，所以我相信有在座吼，有一寡年纪较大的，一定会发现你伫读册的时阵啊，一寡唔捌字的来做校长，我就好啦。我呢，15岁考到建中的时阵啊，入去建中，我的老师读的英语啊。无人听有呢，啊！迄哦，迄足夭寿，伊头一工哦，因为你知考条件拢是第一志愿的，啊！即摆第一志愿哦，坐伫下骹，啊！即摆哦，即摆哦，足臭屁的，查某，我犹过印象有够深呐。那即款的，我即摆看，我就讲，迄咱捌英文，迄根本就唔捌英文，为头到尾拢用读英文呐。原来哦，伊只是人干那捌迄篇英文尔，我是惊一个讲嗨啦。啊，英语我能听无？啊，我问我边啊，你听无无？无，啊，这边拢听无。干那一节课尔啦。国文老师，伫我读建中呢，国文老师穿迄个中国的迄个长袍马褂迄种诶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感觉遐人是无资格来做建中的老师啦。所以我读建中的3年，甲高三的老师较好一撮，一个化学的老师较好了，其他拢是中国人。马英九甲我
同期的啦，马英九啦，啊、我讲你就知道我几岁啊？马英九高一三科无及格，数学48分，未当补课，教导你爱落地的，爱落地就是留级啦吼。但是因老爸是迄当阵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的主委，让伊过的。啊，即马到高三的时阵哦，24个班内底，因为落地一班里剩23班，两班的读文组的啦，一个18班，一个19班啦。马英九是18班的啦，那是拢总侥幸啦。因为你读建中的时阵哦，足奇怪呢，放榜的时候啊，榜单顶完900几个人。奇怪，入面就班24个班，一班50个，较算到1200个，安尼榜单才包到900多，原来200个拢啥保送的啦。我真正甲读高中的一年开始，我才知影有深深的感觉到台湾人甲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。我迄阵才知影讲，原来中国人有特权。我真正以前唔知影呢，怣怣呢。因为你比好学生高一的嘛，互相拢会问啦。我考几分？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你考几分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有一群人哦，死都不爱讲伊考几分呢。啊，即马吼，落尾啊，过一两个月，大家较有感情啊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来遐尼啊，暗度啊，我都甲你讲，我考几分？啊，你考几分嘛？啊，才讲哦，我没有考试呢。啊，没有考试，啊，你怎么来？我保送。马英九就是保送生啊，所以伊考大学。伊敢调台大法学院？唔是呢，伊调对淡江呢。淡江了，佮加分，才入去台大法学院呢。所以马英九同期的台大法学院的人，敢有一个人考不掉中华民国的律师，名叫做马英九。啊，你要用中山奖学金去哈佛大学，嘛是读法律系呢？啊，哈佛毕业的人，敢有一个人无摕到美国律师的牌照，叫做，欸，你拢知影吗？啊，你选这种的人来，你通知咱，数学遐歹，48分，夭寿啊！即马台湾的经济拖呢，老早阮就知影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这要怪什么人，你知不知？足侪查某囡仔拢当好伊呢，伊头一摆，因为迄个头一摆你算的时阵哦，有一摆我拄好伫咧高铁啊。啊！伊有看到啦，我来惊吓嘛。但是边啊一挂查某人看到拢叽叽叫呢，啊我害啊，伊稳掉的，个人拢掉啦。啊不哦，所以你袂当讲哦，查某的拢害咱啦。台湾人嘛，足侪邓侯爷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是咧提倡卖邓票。你选中华民国总统哪有意思？你是台湾人选中华民国总统。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全世界无这种的。我上课我甲各位讲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轰炸台湾，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。美国甲中华民国同盟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。啊，你做兵是做啥意思？咱但是嘛有人讲台湾是在军事政府占领下哦，迄人是啥？廖文奎啊，对，廖文义的阿兄啊。我安尼看足侪文献，敢若有一篇廖文奎写的，但是真可惜，以前讲这的话，廖文奎落尾叫中华民国清杀掉的。当然，这坦白讲吼，那我伫迄个时阵，我去研究这吼，我老早就已经白骨一堆了。啊，但即马没有白骨一堆是安怎？是因为2006年10月24日。我带领218个去控告美国总统、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防部，所以这个名已经留在美国的司法书里底，永远他也拿不掉。所以各位，台湾有监督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敢若知影台湾有监督，你都爱知影讲哦，为什么有前途？咱若讲像古巴迄种的。变成共产国家，无效呢？咱啊，真济自荷兰殖民的土，迄个国家，甲现主席以来，拢总变作啥？变作三流、四流的国家，像啥？菲律宾，
菲律宾、马来西亚，这些去被殖民的土地的人、老百姓，都不会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权，都是在统治者的下面学的什么贪污。你看这边民调里面说我们台湾是亚洲地区的第三名，看得很见效的。但这个这个、是不是个事实？ 我相信了，大家会说这是事实。什么人送红包？红包啊，会光天化日之下跟你说我要送红包。国民党是真巧呢，你只能看最近的送红包的那个形式都改变呢，哇，送啥金条，送啥美金，这是怎样？为什么什么现象？要走路的现象。我如果跟你说中华民国马上要走路，你要相信吗？你要相信。但是呢，有的人搞不清楚呢，我只能说给你听。三军司令部取消，什么叫三军司令部取消？无要作战了嘛？联勤取消，联勤是伫创啥？战争的时阵，生产物件来交予前方。所以过来，宪兵取消，但是最近宪兵又讲什么？别个在募，要招募宪兵，我唔知伊什么款的情况啊？军队。215,000存120,000，这个120,000这个数字，甲当年的麦克阿瑟去占领日本的时阵啊，叫伊讲分队存120,000做自卫队，同款的情况。中华民国三军所有的 logo 拢取消，对迄个国药、迄车联牌啊，所有的三军拢无去啊。你唔知会记得无？有一摆，中华民国讲要太平岛要送飞弹去，有啊？AIT 呢 ？AIT 是民间组织出来讲不可以，是安怎？因为伊个飞弹监管没有那个 logo， 迄是等于啥？等于是恐怖组织啊！美国国务院有宣布，伊宣布讲符合三个条件的叫做恐怖组织。第一个，唔是一个国家。美国捌甲你讲，台湾、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，唔是国家。第二，有武器。按照台湾关系法，中华民国买武器，台湾你立钱，你有武器。第三，我想去的，在台湾征兵。你想，中华民国既然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你做中华民国兵不是做假？你在仗？你在干嘛？来不不啊，伪光正正啊！中华民国以法都统理统统治台湾啊，归功于1947年的2月28号。这个礼拜哦，是台湾人抬到有够功夫啦，啊，搁刷落去，搁有一个38年的戒严的白色恐怖。迄白色恐怖，我有看伊几啊本，去予白色恐怖去抓起的人，伊写的册内底安怎写？朋友哦，今日我较讨厌你，我去甲警备总部讲，这人是匪谍，都甲抓起呢。啊！若看到什么人的太太较水，我认为伊的太太袂歹，我就讲伊的匪谍，啊，就抓起安尼，唔免审判，啊，要审判啦，把你抓来，先甲拍一下，毒打一顿。我跟你讲哦，什么刑，迄个刑法拢有啊，到落尾拢变成啦，唔是不打自招啦，无法度啦，屈打成招啦，到落尾你想哦。承认啦，承认啦，你歹承认嘛，你就加赔偿，迄赔妥当啦。啊，但是哦，有个人承认了啊，枪毙。台湾人这块土地啊，有偌济冤魂死伫遐，所以这个人不要去想，啊，搁要替中华民国要去做官，要替中华民国讲话，他们讲啊，实在是不应该啦。有的人讲，哇！啊，你秘书长，你讲这话，你不是要造反？我不是造反，我只是讲事实。台湾人上该害的，台湾人哦，会害台湾人。咱点嘛？你讲要出卖台湾呢？干那台湾人叫我都出卖台湾啦，为着家己一丝仔利益。所以我会这样甲各位讲，后摆那出卖台湾人诶，咱甲记落来。后摆一定用台奸啊，来个治罪。
绝不宽待，那没该客气。但是在这个进程，伊这个法律一定要非常熟悉。你若唔知影，你除了伫台湾民政委官网的意见内底，你来问，啊是讲，伫迄个，咱来当去买迄个新台湾论内底所有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通通可以帮你解答得非常清楚。当然，咱即马很主席，中央政治局甲中央事务局，下个礼拜啊，这两个单位会马上成军。但是各位赶快要够有机会的，因为后期就是咱的高级班，高级班说来顺吼，咱的事务局甲政治局的办公室主任啊，就会来挑人。咱希望咱要接到政权，咱嘛希望讲咱这个政权能够长长久久，而且做一个很清明的台湾的政治环境。啊，你讲安尼好唔？讲真简单啊，美国人甲我讲，用 Roger， 你们什么时候建立过你们自己的政权？没有呢。日本时代，这块土地卖予日本天皇，是日本人来管，你台湾人也爬不起来。清朝免讲，荷兰时代嘛是同款，含伊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，你台湾人嘛予伊看袂起。我相信在座一定也有公务人员，你自己摸你的良心，你不会觉得你有什么很恶毒，明明就这个官位应该就我升，我就没办法升，就那个旁边那个中国人去升、啊、看那个中国人的能力没我的好，你只能赢而已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你看68年来台湾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奴化教育，甲你教你安怎做奴隶？问题是，大家甘愿呢？敢若要讨一碗饭食，各位，一碗饭敢有遐严重？无遐严重啊！所以我常咧要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是为台湾，我毋是爱台湾。你搁听我讲个清楚，什么人爱台湾？胡锦涛爱台湾，奥巴马爱台湾，习近平爱台湾，大家拢爱台湾。我们台湾民政府是要为台湾。要为台湾的子子孙孙，要为台湾的前途来打拼，所以后摆会记得，你伫台湾民政府内底就要为台湾。他拄啊，我去中央事务局委员会，含咱个事务局委员会遐差不多两百个，我甲因讲，因为后礼拜，即个中央事务局拢总有32个组织。咱要编排因的位置对，来各位还阁会赴啦，因为咱拢总现在4000个，还没有到4000位的人员呢、啊，咱搞2400个尔，所以希望讲你后迄个下个礼拜吼、哦、5、6日，你若有时间吼、哦、来参加我们的高级班的训练，因为高级班训练以后，咱会发一张证书，迄就是咱的所谓的台湾民政府迄个啊做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。咱若直接进款以后，后摆这高普考，歹势都要用考的。独独即卖普通班甲高级班唔免考，你直接取得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。但是，爱会记得哦，这个公务人员任用证书，予你，你一定要知影，你若贪污，我绝对死刑哦，不会客气哦。你要想我清楚，你有赞成无？有诶，举手。好，恁家讲啊，恁家己同意啊。咱台湾民政府啊，是要创造一个，但是台湾人哦，有当美国人没有办法相信呢。美国人听你讲，你台湾人到底读个是你想啥？读个你想啥？明明中华民国甲你是敌人，啊，你要选中华民国总统，所以。2012年12月初八，我伫忘年会时阵甲大家人讲，我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0万票，啊，大家唔通去选，大家拢话讲举手，但是事后啊，我相信拢有去选啦，对啦，你有个人无是，我是知影啦，但是有真侪人嘛只好去选啦，
但是我跟你说，美国人跟你说的，坦白讲都会成真，他说输八十万呢，啊，你们大家敢会怕？他们说，你说我宣布的人，我也怕到要死呢，我也跟美国说的，喂，啊，你八十万，啊，如果没有，我台湾民政就关门呢，敢不？绝对关门的啊。但是算了，结果呢，80万票，差1000票呢。迄阵间吼，合迄当日本人来，我甲日本人讲，迄日本人话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呢。哦，你台湾民政我好厉害呢。其实唔是我厉害，是美国厉害。即马规个局势伫改变，特别是日本，法理的论述是伫为咱台湾开始，所以。那个希拉蕊在2010年的10月30号在海南岛他说什么？太平洋地区这些问题，领土的这些问题要用国际法来解决。其实现主席世界上有这些争端都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说大日本帝国所留下的问题。大日本帝国北方四岛独岛钓鱼台、台湾、澎湖、新南群岛，这个所在一连线拢总发生问题。这来这是牵涉啥？就这咱和平条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 B 是甲日本天皇讲，你爱将国家的代志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。啊，意思讲日本天皇对于国家的事务不能够指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大日本帝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这个国家的国力是世界第一名，全世界全球什么人打美国打到他的本土，只有日本而已。好，你再想看看日本这样不够厉害吗？非常厉害，和美国人就怕他。其实他在空袭突袭那个珍珠港的时候，他应该可以打胜仗，可是他没有打胜仗的原因，当然是事后了，但事后检讨了。我感觉那当时日本的军队啊，他轰炸的地方啊错误了。他如果那当时将那珍珠港的油田啊，那一趟一趟的那些油啊，给炸掉。他那个所在是负责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半年的油费，那油量啊，放在那里。哎呦，王公，刚才炸那些军敢要死哦。那油桶啊，那大地那个圆的油，那个油桶啊，炸几个油库啊，炸几个啊，解决了。啊，过来也船坞啦，这一阵的所在啊，弹几粒那个叫做炸弹啊，整个美国的海军还是整个美国的那个进度啊，都慢起来，上无慢一年啊，很可惜。伊当然干啦，为着要把握他的战果，回来欢喜说，哦，我炸成几条的军舰，那才有效，油库给拆掉，做船给拆掉，我说美国一年里面没办法生产船，那个船出来，啊，如果这样的时候，太平洋战争啊，改观了，啊，我们台湾人那当时是什么？我们是日本人呢，一直到1945年的4月7日，日本天皇宣布，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，因为1937年有皇民化，1945年4月1号按照万国公法，台湾人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要挂台湾，那我都挂我都了。所以杜勒斯没有办法将台湾来割给任何人。马关条约其实有挂三个所在，台湾、澎湖，第三个叫做辽东半岛。马关条约，但是辽东半岛挂以后，马上三个国家跳出来：德国、俄国、加意大利、法国出来讲啥？不可以，这个所在你袂当挂，辽东半岛袂当挂。辽东半岛就是以中国的奉天啊，奉天啊。那是清朝的起源地，它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不能割。
所以经过十天，日本天皇甲大清的皇帝佫签一个《辽南条约》，行李伊袂当挂嘛。所以台湾人讲挂，所以今日的台湾，你若讲万一最坏的打算，万一中国起坏来摕台湾，拿不走了，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你占了台湾，还是要离开台湾呢，不可以了。这是全世界的规定，所以咱台湾他们讲啊是很安全的。问题是台湾人要哪教育？要教育到有一天台湾人我都觉醒，我们的难题啦。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啊，台湾人啊呐，歹教啊好骗，啊跟你讲一寡感情的物件，啊你就规面倒去啊。就讲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对不对？啊对啊。哎呦呀，上几波还在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对嘛，台湾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啊。哎，人有厝主呢，啊你吼，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厝主，表示说这间厝没人的呢，对吧？你若，我问你，你若在睡厝，你敢有法度说常常看到你的厝主？没有办法嘛。啊，无看到厝主，唔是表示讲这间厝都无厝人呢。所以我们才常常用这句咧，讲吼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啊，这样怎样讲，这绝对唔对啊。啊，是安怎讲，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，台湾诶，唔是嘛？敢毋是？你们你住较久嘛无效，你讲叫来，公道公道，看这块土是啥物人诶，嘛无可能。因为即摆世界上啊，这国际法啊，愈来愈清楚。啊，过来，什么叫战争法？哦，咱来讲，咱讨战争法啊。什么叫战争法？战争法五个部分。第一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，这标准来的规定，拢是战争法的规定。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，日内瓦和平公约这买战争法。第三，红十字会。总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决，这本是战争法。第五，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。啊，这些条文里面这金格就是表示战争法。当然啦，读战争法的人会无饭好吃啦。我是读战争法，我嘛查实话无饭好食。不过迄是我的兴趣。啊，我是来讲吼，我伫日本读册时阵，我无想着讲有一天我伫替台湾伫拼甲即款型。因为我读战争法啦，啊，是安尼，我来去读战，因为读战争法吼较简单啦，无人读嘛，啊，大家知影讲读册出来无头路嘛。诶，世界敢有一天敢有去战争？无呢。啊，嘛好佳哉。我读册回来的时阵，我若无拄到李登辉哦，嘛无法度呢。我2002年6月2日到偷渡金门，走回来台湾。啊了后，我就马上去做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。啊，做出来的时阵，有一天我去李登辉因家，伊讲林先生，啊你是读啥？我读战争法啦，我伫日本读的啊，没有啊。哟，啊你若读这，你若要将战争法放喺迄个台湾的地位？我讲哦，台湾地那就我扛，人迄陈良志、黄兆东，伊写迄册写遮尔啊济啊，无喏，你甲扛看卖啊？扛了以后才知影讲，哈嗨啦，台湾到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啊，只不过是美国扛较足好个，我爱互你知，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的军事政府伫占领台湾，即就是安怎5月20日。那阵中华民国总统要上任的时阵，一定爱美国的贺电。这贺电是代表啥？伊奈要承认嘛？安奈就一定爱美国的贺电。啊，日本天皇的贺电无阿多吗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贺电拢无啊，是安那甲独独来美国的贺电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讲，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权国，美国讲的话算数。美国其实有几十摆拢跟你讲啊，台湾的地位我美国说了算。伊那遐臭屁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嘛，这不是故事啦。
你知影迄个夏新啊，落摆 AIT 的处长，理事长，落摆无做，你唔知会记得无？是安怎？因为阿扁啊，第二摆的时阵啊，迄阵嘛乱乱噶，连战啊，迄边乱噶密密麻麻有啊。阿扁啊，猛下心啊，伊讲，为什么美国的贺电一直？没有到，我已经动算了，我已经赢票赢这么多啊，赢不不赢了这赢两百六千几票，我已经赢了，为什么贺电没有？夏新改讲一个秘密，你的贺电啊，已经在总统的桌子上，你只要你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把它贴出来，你的贺电三十分钟一定到达你的桌子上，所以当黄思成啊。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，陈水扁去拜托伊讲，无论安怎，你去甲打，你唔知印象还阁有无？迄天哦，因为遐男爷冇接到美国的消息，讲你若卖好打，美国就不会承认。所以伊要去打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现场啪甲密密麻麻，你唔知记得无？你若印象有，你就知影，迄玻璃拢弄弄破啦。中山会提一张哦，伊都两个甲保护，伊打咧都无一秒钟久，就马上遐拆掉有啊。但是安尼准算啊，伊安尼打迄动作啊，翕一张，无三十分钟，总统的贺电伫阿扁的桌顶，安尼一下乱的人，拢总承认，这就是足明显的。美国若无承认，无甲你贺电，你都无法度。台湾关系法1979年1月1号生效，现在1月1号，4月份啊，因为1978年12月31号晚上24:00的时候断交，啊，断交以后，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地，伊要甲衔接起来啊。所以才会去创造一个美国的国内法，叫做台湾关系法。但是台湾关系法啦，你讲的台湾人是啥？英语叫你想想 ，The people of Taiwan， 还是 The people on Taiwan？ On Taiwan， on Taiwan 什么意思？在台湾的中国人，马英九在台湾的中国人。啊，咱在座是这个所在的人，咱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。我讲啦，英语的亲，在这个所在啦。你看你讲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，你也叫台湾人；啊 ，the people on Taiwan 你也翻译台湾人。但实际上在英文上面是完全不一样。我说你要讲啊，美国在玩游戏呢。即马有一个叫做台湾政策法案，我一直无啥爱讲台湾政策法案，是因为台湾政策法案还没有通过啊，我认为不会通过。有没有害处？现在谁都不知道了。有的人讲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无可能啦！怎么就地合法？国际法规定个足清楚呀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嘛，他怎么就地合法？只要我们台湾民政府存在的一天，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就地合法。啊，你们拍拍手呀！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啊，坦白讲，也许我们现在历史很短。还显不出我们的威力。最无咱的身份证嘛，一班两千几个啊，高级班的2400个啊，初级班的3200个啊。我们也是在努力啊，但是咱这的人，最无法律的观念比一般的台湾人搁较深。咱这的人对台湾的地位搁较清楚，所以咱即马和美国参详了，咱讲我们希望用一句话。来代表我们台湾民政所追求的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来谈两解好不好？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这句话讲下去，含中国都点伊，咱就无要讲独立吧？甲日本卖交代，甲美国卖交代。对，让台湾国际地位，所谓的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什么意思？日熟美战嘛。当
台湾这块土地属日本天皇的，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到今日，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到今日，要甲解决真简单啊，因为咱若捌法律，咱就我都甲处理。这比日本的问题较严重呢。日本来讲，整个日本分成三个部分：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、日本人民啊。日本天皇未使讲话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因为天皇有这土地，这人民一个首相去甲管辖。即摆台湾这土地嘛是同款，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已经用日本政府改规定讲，你不能治理台湾，你不能管台湾。安尼台湾咩啦？所以联合国伫1950年因的建议就讲，啊，让台湾人自治就好啊。自己管自己，但是要自己管自己，咱要得到日本天皇的允许。所以6月20日，这个月6月20日，顶个月呢，中华民国外交部头一摆发公文给咱，伊讲如果你们认为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你可以申请放弃。您是拍手啦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说，你不要假搞，等于马上要写，因为你放弃以后，你不知道你要走去哪里，你要走去哪里，无主，什么无主，有人说，我放弃中华民国国情，我不用交税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台湾当局，你要注意，咱当时要申请，到位以后再来说，应该吼，恁爱摆伫我后壁对啦，对不对？我摆头前啊，我嘛拼足久啊呢。啊，你莫讲袂成，你会放弃，你要先替我放弃袂使哦。拜托，大家坐下来，我徛头前，啊，你徛后壁较袂掉秤，安尼好冇？哦，好样啊！我掉秤袂要紧，恁掉秤袂。袂啦，免烦恼啦。我哦，我的法理是非常读个足好诶，免烦恼。咱啊，阵即嘛，中华民国甲你宣布讲好，你放弃。啊，放弃以后变呐，哎，等于你原来国籍啊。啊，你原来国籍是安那无去的。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行政院用节参制第0379号文甲你讲，自1945年10月25日起，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啊，你看到几？咱就不是中国人嘛，那种集体规划，因为人权公约有规定三个条件：你的国籍，一自愿，二意愿，你有意愿，第三要合法。安尼叫我这个国籍，你袂当讲人权公约有两条，第一条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要有一个国籍，第二条任何国家不能够把你的国籍取消。所以中华民国，那给你国籍给你取消。咱爱马上恢复咱原来国籍是啥？大日本帝国台湾国籍。但是因为大日本国，大家讲哦，啊，大日本帝国还在不在？在的请举手。啊，不在的请举手。啊，那无你讲哦，你拢奇怪派。哦，唔知啊，举手。大日本帝国还在了，日本天皇老弟咧，大日本帝国就存在了，这是国际化了。啊，但因为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，所以变做啥？咱爱先找三人讲。日本政府无好，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啊，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日本人民啊，爱咱去找日本人，所以咱爱看日本人较好咧。在这方面，我讲你无我来锻炼，你无多行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因为我读得太好咧，含美国的国迄个啊做。国防部的智慧，每一摆来但爱来跟我讲话。当然啦，有真侪资料嘛是因何来啦？啊，我若无这资料，我也没有办法研究的这么清楚。南海，迄当希拉蕊要发表意见，有叫 CI 叫我写文章呢，我交给伊呢，所以因迄当发布的跟我写的是一样呢。各位，当然啦吼，我要讲这话啊。一定要有所根据的。啊，咱现在只在你上这个啊，做初级班，是干那一张了解台湾的地位，很简单的普通的法理。
所以我会当甲各位讲，咱读这个法律上个重要，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你每一摆你来想着想着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第二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。第三，台湾从来没有交给中华民国。简单啊，都安尼尔，读几部啦。但是这内底文章就是爱靠国语去看册，刷落去，看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。我即摆已经写到102，每天都有一篇。恁一定爱去看。奇怪吼，受训的已经有2000几个，啊，我看这两天看讲，每一篇拢有几个，拢700-800个人看。啊，像那2000几个，毋知走去倒咧。各位，大家做伙来找迄2000几个好冇？就是你啦。要找找几波，就是你啦！你要去看啦，安尼好不好？今日要上课，到这，马上要来翕相，因为翕相以后，我等下后边第二教室哦，那个事务局啊，要过200个学生底下来下课以后，先来头前门啊翕相。来，咱来下课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今日下课，各位学员，请麻烦把椅子拿起来，椅子拿起来桌桌顶吼，拜托，椅子拿起来桌顶，人个较好摒扫。啊，请先到一楼的门口遐翕相吼，翕相翕了，再来整理整理你的行李，谢谢。